得分沙拉是轻快的卡牌轮抽游戏，每局只需10至15分钟，适合战档或者家庭游玩，计分时还可以练习数学运算。牌库有6种蔬菜，各有18张，背面就是得分面，亦即是说有108种不同的计分法，可以攞几多分完全取决于你揀乜嘢蔬菜或者得分牌，最后分数最高的人胜出。在玩家回合入面，你可以在市场任意揀2张蔬菜牌，又或者揀1张得分牌，直到所有卡牌已经被抽完就计总分。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反转得分牌当蔬菜牌计分用，可能你偏食某种蔬菜，又或者是口味广泛的素食者，都有可能胜出游戏的。